大橘猫爪冰淇淋只剩一个了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如果我能让两种颜色不同的色素放进水里不相溶，你就把冰淇淋让给我。成交。我只需要两个相同的杯子，一杯倒冷水，一杯倒热水，然后分别加入颜色不同的色素。有没有注意到冷水的色素液会扩散的慢一些呢？再拿一张扑克牌，把热水倒扣在冷水上。水经过加热后会膨胀，密度也会变小，因为冷水的密度比热水大，自然就分层啦。哇哦，你是我的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嘿嘿，因为我喜欢吃牛奶黑糖味呀。哎呦我的妈！牛奶可可也好吃。关注我，开开心心找知识。